像这样，然后它投影在光感要表现的强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投影要强，比如这个手对这个拳头造成的这个投影啊，叫深，要舍得把它按下去，它光感才会变强。投影线要卡死。然后金属的明暗交界线地方，对吧？我们需要把它卡重，这个很重要。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金属感，要不然是没有用的。就把金属感跟皮肤的质感区分开，皮肤感觉是柔和的，对吧？哑光的材质，而金属感呢？对比着非常强。有些人画光影的时候，往往会忽略了投影，对吧？忽略了这个投影之后，整个光影就显得不真实。只能说明就是两种人，一种是做投影是初学者，对吧？所以说还不了解。另一种就是他是个傻逼。好，这边的褶皱一样的，要把它表现得好一点。不是我自己笑个不停，是旁边的人笑的。我都说过了，刚才吃也不是我吃，笑也不是我笑的。不要冤枉我，好不好？好，布料跟金属不同，它的褶皱有硬的地方，也有软的地方。好，然后这飘起的这个大块的侧面的装甲、铠甲对这个布料也会造成投影。投影呢也会随着这布料起伏，它造型呢也会受到影响。哦，这些问我画那么久吃饭了吗？吃过饭了。
要是没吃饭，你是让我吃你呢，还是请我吃饭呢？做梦，还想你下面给我吃？别鸡巴逗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下面给你吃还差不多。我下面很好吃的。我下个面条好吃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减300？莫名其妙。好，这边呢是一个侧光，然后呢刚才说好的要有一个背光，对吧？背面的这个光呢我已经打好了。那么的作用在他身上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边缘光了。我们把这边缘光给它加上。刚才又进来一个同学，看到我画的东西之后，然后他发出了这样的声音，然后打了个冷战，然后他说好舒服啊，哎，我也没画任何工口的东西。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们你的名字。我不会说你的诚意。好，所谓的边缘光不是只勾一下边缘，对吧？这个概念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。大家觉得大家的谎言真的很优秀，我会信吗？每次我讲歪歪，你们的妈妈都在旁边，你们是有多乖啊？真是，我不要怪我批评你们，以后你们妈妈在学画的时候，不要在旁边给你们妈妈捣蛋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吧？把这背光的部分给它勾出来，它效果就有了。然后耳朵呢，它是软骨，它会有一些透光，我们把它勾出来。好，还有发带，对吧？好多同学等发带等了很久，都已经饥渴难耐了。试着去享受这种感觉，我等一会儿再画啊。
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，基本上都没有。哦，这边我差点傻逼了，他这边这个手是连在一起的。还好我机智，检查了一下。好像机制漏还在，这就没事机制漏了。你们不许吃鸡制豆，只有我可以吃鸡制豆。不是我想起来，是有人提醒我。你才傻逼呢，你才傻逼才会吃呢，吃了鸡制豆的人只会变得鸡制或者变得豆。我是负责鸡制的。然后鸡制豆是负责豆的。然后你负责傻逼。好了，我们来加发带。好，发带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看到了。好，先用黑色给发带呢定一个位。我看到有人向旁边的叔叔们问好，祝贺你，我已经代替你答应旁边那些叔叔们邀约了。好，把发带呢简单的画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光影呢是一个侧光加上一个背光，这么两种光。然后说好的这个黑白关系和层次感之间的联系呢，那我们就需要加一些景物来营造这个层次感。我先把光晕的感觉先要做强一点。头发，然后金属这些东西呢，都可以有光晕。有了光晕之后，对吧？整个气氛都会有点不一样了。最关键的是剑上呢，我们不需要整把剑都是光晕，这样就不好看了，对吧？星球大战既视感，对吧？这样做的人就是傻逼。剑上呢，我们只需要一个点就行了。我们来看怎么做啊？我们先把整把剑呢，来做深一点。为什么要做这么深？我们只把局部的地方提亮。这样的话它剑的金属感才能强调出来，然后个别地方特别亮。这样才会比较好。
好，像作为一张插画来说是不够的，因为只有一个简单的角色加上背景一些简单的气氛效果，这样是不够的。而且背景这些效果呢，我让它再柔和一些。背后的这些效果我给它做的稍微柔和一点，然后只把前景的部分做得清楚，这样的话它的一个景深感就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体现。好，那之前和之后对吧，多了一份朦胧的效果，有一些焦距上的一些变化，它层次感就会更强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头发这些东西呢给它细化一下啊。画头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用选区来画。有同学问今天要上色吗？我也想上色，但吹雪用枪指着我，不让我上。大家听懂了没有？吹雪不让我上。因为今天的课题啊，我开个玩笑了，吹雪不会不让我上的，吹雪那么爱大家，一定会让我上的。但是呢，今天的课题是黑白的关系，所以说今天不上。之后等吹雪让我上来的时候，我自然会上。不是我不说话，你们不跟我聊天，我说什么呢？我只是在画画而已。
发一些小细小的一些头发。你是在侮辱我吗？你居然问我班上有没有女生？难道我班上不可以有女生吗？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步骤。什么叫桃叔已经被掰弯了？桃叔不把我掰弯已经很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步，先用剪影把大概的动作弄好，然后呢，第二步，照根据这个设定图，把这个大框架先给它画出来。然后呢，背景的，但这部中间过程很多，跟大家聊天聊忘记存了，但大家都有看到，这第三步对吧？第三步快速的用色块把它的这些具体化的这些细节做一做。第四步呢，把光影对吧，整体压暗一点，然后金属的对比度呢做强一点，然后整个边缘光再去提亮。然后呢，再做一些光晕的效果，然后背光这个边缘光给它做出来，对吧？好，目前到这一步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画。我看到有同学说屌炸，又快又屌，快怎么可能屌呢？只有持久才屌，对吧？就好像我可以连续两个小时，对吧？其实更久也可以，只是说时间不允许。主要原因还是缺血量少。主要原因还是缺血不让上吧？哎，有些东西不要随便乱讲。不要让大家听到了。是的，目前来说只有实体班，确实也有一些同学咨询网络班的事。其实网络班的话，目前并没有。我现在只在幻想学院每周五跟大家讲。我想知道这个角色他的剑有没有什么特效之类的，给他加一点。嗯，有是吗？嗯，后来他那个剑就是那个尸体出来的时候，他会用那种放到那里吧。这是什么原因？黄冈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是精神，这是主要是精神。一年。好，大家知道了。就是一把黄色的光的剑是吧？嗯，我知道了，真没办法。
还好没有上颜色。好，这个那个建的那个特效叫什么名字？能不能？还真是开吧。EX 咖喱棒是吧 ？EX 咖喱棒。上面有写。是。它叫 EX 咖喱棒。嗯。嗯。啊，有。它做还挺有名。可能可以。嗯。我看看是什么样的特效。嗯。不知道这个特效该怎么表现。就那个点放上，是什么？哦，就很多小点是吧？哦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就能量集中到这把剑上是吧？好。艾克斯卡里巴。嗯。哇，好厉害。哎，是可以。好，我就画一些光聚集到这个剑上。光点我们之后再加。哦，我看到呱呱问我旁边的叔叔有女朋友吗？我旁边现在有六个叔叔。你问的是哪个叔叔？也是了，哥。算上我就是七个，就正好是葫芦娃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把光点做上去。嗯，找一个好用的。嗯，看我找。还好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。虽然没有找到，但也不是问题，我只能手动点。吃饭。现在为您展示的是魔豆切菜画法。啥？
我发誓我没有顾这样一个旁白。大家有谁看得上这个叔叔的，然后把他领走吧。但是真的很想切菜呀、啊！哎，我想到一个方法，我找一张素材图来，顺便教大家怎么样切材质。好，我可以搜一张星空的图片过来用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机智？机智的又不是白吃的。嗯，刷的慢，网速太差。